傻眼，我们就是无缘，我们就是无缘听这音乐。谢喽，谢喽。这巴士人也太多了吧？现在没有关系，我们要往这边东大门走上去。应该有三四十分钟，我们终于到了，貌似是售票的地方，是吗？是，而且滑到售票亭。哎、欸，真的呀！你看那边有好多人在等着。耶、yeah, ，拿到滑道的票了，35块。高山滑道。有没有很兴奋？好紧张。为什么紧张？虽然说现在排队人，我可以缓解一下我们的心。我们排了40分钟，终于快要看到排队的头了。这边人溜下去了，还会有吗？往前走，你屁股往前走。我可以啊，又你不行。我不知道，我不要。这个弯道根本就不用减速啊，好冷哦。到山区了。好久，我们终于到这个滑道上面了。哦，5区，总共有几区啊？我要推别人还动得了？为什么？哇，等一下就快要到终点了。弯道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减速，因为我太轻了，它根本就动不了。看到了吗？要到终点了，我怎么每次都快要到终点都会变快啊？我在干嘛？我在自拍。体验的心得。哇，一直都卡在那边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前进。我真的动不了哎、欸！我到后面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怎么前进时候啊、嗯，然后我就一路往前，我说你在哪里？你怎么不见了？对，我有一段完全看不到你的车尾灯、啊，我一直想说到底在哪里。我快速直接咻咻咻，直接找到了。我也是，而且我脚超冷的。而且我觉得快速时候超好玩的，真的真的，而且会。没有办法拍照，会对，就是会只想要玩而已，这蛮好玩的，35块。来拍一下我们刚刚是如何滑下来的。起立一点，身体往后仰，再踩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我们刚刚就是这样滑下来。我们来拍一下我们两个现在很冻的脚，很冻的脚，超冷的，我觉得很冻的手、欸，哎，手也很冻。然后我们现在要下山了，突然间我们就到了这个假瀑布，已经到了山下，要多近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要先互相交流一下我们刚刚自己拍的影片长得如何。我们好像相见的时间不多。有，我出现了，我出现了，我看起来好困难，而且我那时候还动不了。有啊，在这里，我觉得我真的卡住了。我们两个都卡住。
干嘛？我在骑马哎、欸，我在骑马。好的，我们真的要走出去外面了。走，用跑的，用跑的，跑兵跑。我们要结束我们的月雾山行程了 ，Let's go， Let's go， Let's go， 跟我到树玩的旅伴们，你们的明信片准备哦，快走进去喽！看一下是有哪些人，好，我们要出去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先走回去。学校附近的一个叫自卑亭的地方，然后是卖文艺品的。我们走了大概多久？我们几点出门？五点走。嗯，五点，现在已经8:30。我们走了半小时，终于走到我们学校了。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这么认真绕着学校的周围。OK， 我们快要到自卑亭了，在这个地方。看一下还有没有开着，他关门了，请下一次请早，下次请早哦 ，Barry。It's okay, okay. 那我们现在就只好走回宿舍了。代表性的湖南大学指标，我觉得这一栋真的最漂亮，环境馆。现在就是要走出宿舍的路上。Barry 现在要进行一个什么撑雨伞的部分，伸出来，那个手伸出来好好笑。香味粉面馆，十年老店，我都是看，我一直看。好的，我们要迎接我们的晚餐时间啊！绝味鸭脖，还有我们今天晚餐要吃过桥米线。佩珍说她吃三碗米线，我要吃两碗。来，走，看我们今天的挑战是否能成功。Go！ 虾米可以拿，没人没有酱料酱。米线不够的话可以私加呢。好。Barry 已经把面吃完了，我才没吃完。Barry 准备要进行加米线的部分。你还剩多少啊？我还有一半的面哎，我刚刚都在喝汤。秒我！你就直接说你要一碗米线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啊，我吃完了。吃完了，好强哦！米线，然后再加一份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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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！耶，我们吃完了。最喜欢的过桥米线，应该说我只有吃过这间，所以我觉得这间最好吃。好好笑。那我想吃这个啊。哦，下一次再吃这种。下次什么时候？你回来的那一天。不是你要做。哎，你回来6号对不对？对，6号晚上就可以吃啊。好，晚上吃那个哦。影片留证，晚上吃那个哦。好的。到底停电？为什么又突然停电？我刚刚传影片传到一半。然后就停电了，什么意思？佩珍，你在哪里？你要不要露面？在这。我们大家加多少钱？
Hello。我们以为人五十的话，是不是带多了就很快就放假了？为什么又？为什么歪歪了？什么意思？怎么又电了？